不是结果都一样，你让开，我不想跟你交手，但我却想跟你交手。今天我倒是很想知道，你到底是什么货色？你小心了。 伤了你，今天我却不想放过你。对了，上次那剑伤还疼吗？我们是要结仇了，城隍庙一战，我们早就结仇了。你犯了必杀之罪，受死吧！啊啊！ 你伤疤怎么来的？你管得着吗？别跑！少主，少主，少主，你受伤了，少主，你没事。滚开！真的吗？正是。叔父。 我马上派人把他抓起来，你赶快躲一下好吗？太尉不能躲，他来府上就是为了来找太尉，太尉躲起来，他就不出现了。先生的意见呢？我有一计，定能拿住他。
酒吧。你该告诉我真相了吧？我早已告诉了你真相，那是假的。怎么是假的呢？谭宗根本不是凶手。我告诉你谭宗是凶手了吗？是你从少林寺回来告诉我的，不是吗？今天下午你的义子化妆成我半道劫杀谭宗，这又如何解释？有这样的事吗？王世充，你耍这么多花招，证明你就是凶手。不，谭宗才是凶手，是你告诉我的。我已经派人把他抓起来了。王世充，你想先嫁祸于谭宗，然后再把谭宗之死嫁祸于我，好个一箭双雕。小子，你不要太聪明了。王世充，你用心险恶，今天你的死期到了。小子，是你的死期到了，我让你到你父亲那里回报去吧。任泽，去看那小子死了没有。叔父，他跑不了。大小姐，这你要干什么？先生，你们又在干什么坏事啊？我们？还有谁呀？大小姐，你父亲怎么能干坏事呢？要说我们这些下人干坏事还可以。太尉大人是你的父亲，你父亲怎么能干坏事呢？告诉我，那个无名在什么地方？大小姐，这……你让山人算一算。没想到你竟敢再次闯入太尉府，看起来你小子真是不要命了。上！
你告诉山人，你为什么要怀疑你的父亲？胡说八道！我当然相信我的父亲了。但是我从大小姐的眼里看到了迷茫。快算卦，告诉我那个无名现在在什么地方，在干什么，有没有危险？脖子上的伤疤是哪儿来的？你死了我就告诉你。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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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小子，你敢偷袭我！找的那个人有生命危险。什么生命危险？有人暗算他。在哪里？就在太尉府。看看他死了没有？快快快快快！没有啊，公子，地上没人。啊！
全都查看了，公子，你看，不可能跑了，他已经受了内伤，应该动都动不了。扩大搜索，每一个石头缝里都要搜一遍，我就不相信他会钻到地缝里去。是。什么？要你的命！手下败将，还敢如此猖狂！哼，今时可不同往日。给我上！等一下，小子，难道你还有什么遗言要交代？你的本名叫什么？我才没空跟你攀亲戚呢！给我上！小子，这招已经用老了，今天就是你的死。究竟是什么人？王仁义，你的死期到了！什么人？保护少主！肯定是他同伙，先将他除掉！快！
怎么会是你啊？别动，你们发现上当，马上就会转回来。我们快走。少主，那小子不见了。沿着血迹找，绝不能让那小子跑了。是。家仇未报，却遭人所废。如今孩儿已是废人，活在世上还有什么用？此人武功不低，为何伤成这个样子？活该，他老是想伤人，这就叫做恶有恶报。他还有气息，三凤，背他回去。师父，他每次都要杀您，你还管着干什么？是啊，别管他了，这是他的报应。不许胡说，三凤。人生几何？店家，上酒来！上酒啊！人呢？都是怎么了？店家，都是喝多了。死哪去了？还是发疯了？店家，不管他，回去禀告师傅去。正是张天宝，是你！怎么，你还想骗我说，你是我哥哥吗？是何人？从哪儿来的？还有，你是怎么迷惑公主的？快说！如果你再不说，就永远没有机会说了。你是不是张天勇？啊！你今天如果不回答我，休想从我嘴里套出一字半句。看是你嘴硬，还是我脚硬。阿弥陀佛。是你谭宗？施主，得饶人处且饶人。今天真是巧了。有句俗话怎么说的？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。你们这些侵犯，
今天都躲在一起了。施主，此言差矣。正所谓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我们都是良缘，遭官府误会，在一起又有何错？你们专与朝廷作对，还好意思说自己是良民？像你们这种良民多了的话，天下岂不要大乱了？施主，严重了，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你少废话。今天对我来说可是一个大好日子，你们都聚在这儿，正好把你们一网打尽，好回去领功受赏。师爷，怎么办？你忘了师父交代过吗？什么？跑啊！跑！快点！大师，请不要伤害他。大师，请你放过他。这是为何？因为我怀疑他是我弟弟。说什么呢？谁是你弟弟？少跟我胡乱攀亲。我说的是真的。我没必要骗你，我叫张天宝，是江都督造张衡的长子。你说了我就信，凭什么？你这个阴险的人，我不会上你当的。你们叫什么？我怎么跑到上面来了？两位师兄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你们跑这么快？师父为了那坏蛋跟官府的人打起来了。那还等什么？还不快去帮忙！师兄，接我一把。哦。师弟，那你说怎么帮啊？救人如救火，赶快去吧。走。你叫什么名字？王仁义。我问你的真名。他只是还没搞清楚你就是张天勇。为父怀疑他的背后就是杀你全家的真凶。他们也许听说你还活着，所以杀上门来斩草除根。那他为什么要冒充是我哥哥呢？他们是为了利用你。你没必要知道这个。你就是张天勇。大师，我求你放过他，他所犯的罪我替他偿还。施主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好自为之。随贫僧回去。大师，别再劝我了。
我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他是我弟弟，完成我未了的心愿。你还想报仇雪恨？复仇之事把你害成这个样子，你还执迷不悟？我别无选择。师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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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干嘛？师父，我们来帮你啊！师父，那个坏人呢？现在的张天宝有足难行，已经成为了废人。当时我留下张天勇，是为了对付张天宝，总算奏效了。陛下，就坐在这里，看他们兄弟自。天宝哥，天宝哥，天宝哥，玉凤，有人要杀我。谁？在哪儿？他们就在附近。玉凤，他们会加害你的，快走吧。不，我们一起走，快背上他。哦，玉凤，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你忘了，小时候你到我家来玩，每当令宗要接你回家时，你都会一个人躲在这里。天宝哥，究竟发生什么事了？那是一群凶残的家伙。志荣，师傅在哪里啊？啊，师傅让你带我们到哪儿去见他呀？哦，不远，就在山下的镇子里，就在那儿。哦。哎，不对啊，师傅上山采药去了，怎么会往山下走呢？对啊，志荣，你肯定是在骗我们。我们不去了，我们回去。哎哎，大师兄，大师兄，没骗你啊。智守师兄，你说，你究竟骗我们下山干什么？师傅真的在山下的镇子里等着我们。那你告诉我，师傅他下山干什么？要我们去干什么呢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让咱们去。我们不上你的当，我们回去了。滚，回去！哎，哎，哎，别呀，啊，别，啊，别呀，啊，大师兄，我说是真的，要不我赌咒。行了，师兄，别骗他们了。说实话吧，我们想请二位下山，帮忙救一个人。你们是什么人？你们要干什么？什么人？是道广师兄，被官兵抓起来了，吊在了旗杆上面。如果我们不去救他的话，他会被恶人折磨死的。被官兵抓起来了，他是不是犯什么事了？犯不犯事我不知道，但我师兄已经决定了，我们一定要把他给救回来。你们两个去不去，自己决定吧。哎，你说他们俩说的是真的吗？咱们俩要不要回去请示下师傅？要是道广师兄真的被抓起来了，就来不及了。那怎么办？师傅不在，咱们敢走吗？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，走，救人去，走。对，
哎，这个师兄，你等等我，等等我，等等我。官兵戒备森严，我们怎么办？师兄，道馆在哪里？你们看，就在那儿。就是道馆，师兄，我们快点救他，他快没命了。现在不行，只有等到晚上。我知道一条路，可以悄悄地进到院子里。师兄，他们有多少人？不知道。不行，一定要搞清楚，要不然这样太盲目了。走走。
你重伤出狱，还是歇歇再练吧。哎，师父，师父，我想好了，我要跟你出家当和尚。停下！快停下！这！到底是要做和尚，还是要学功夫？师父，我全家十几口都被他们杀死了，你说我能不报仇吗？你学功夫就是为了给家人报仇？是，我不报仇，天理不容。如果我没有功夫杀死我的仇人，那么我只有被我的仇人杀死。所以，我要跟师父学武功，为我的亲人报仇雪恨。那么然后呢？天下就太平了吗？坏人就再没有了吗？哎，他们呢？说你在山下叫他们，他们下山找你去了。谁说的？至少我从没有叫过他们呢。难道出了什么事情？你过来，将军。怎么还没有找到王仁义啊？前面就是安乐村了，我们已经探明，公主就在那里。嗯，好，天黑后发动进攻，救出公主。是，将军。不过属下不明白，这个王仁义干嘛要绑架公主呢？还不是因为我呀，公主她喜欢上了我。哎，王仁义这小子，他就吃醋了呗。哎，圣上答应我了，说这次把公主救回来，就让我们成亲。你们呢，今后好好的跟着我，说不定将来这天下就是我的。是。不过将军，那个王仁义该怎么处理呢？他呀，哼，看在圣上的面子上，把他捆起来，交给圣上处置。是。嗯。驾！爷爷驾！仁义少爷，怎么这么巧？您怎么会在这儿啊？我奉命前来，寻找公主。公主呢？我们遭遇到坏人，公主往那个方向跑了。啊！驾！驾！你怎么知道道王师弟在这里的？我多聪明啊！行了，别说那么多，救人要紧。嗯，我跟方雷师弟先上，你们两个多好。走，走，走。怎么了？有人啊，那走。
喝喝喝喝！好像有人在呼救啊！好像有个女人在喊救命吧？会不会是公主啊？不会这么巧吧？难说。国师啊，曾经说过，说我衰运已尽，最近啊，喜事临头了。真是公主，公主，别怕，老猪来也。公主啊，没事啊。主帅，快救本宫！公主，这谁干的啊？你告诉老猪，老猪给你出气啊！走，快点！快点！知道了，快点。我知道你们会回来，我就在这等着你们。你为什么要伤害我们师弟？因为你们的师父谭宗。这跟我们师父有什么关系啊？因为你们的师父藏着不敢出来，如果他出来的话，你们就都没事情了。想知道我师父在哪里？做梦！那我就把你们全都拿下，我倒要看看你们的师父来不来救你们。我不但要杀了他们，而且我还要吃了他们。告诉我，谁干的？真是来找死的！取我的兵器来！上，卫军，卫军，马上！快！公主，看我的！把他们给我抓回来！驾！好啊，好你个王仁义，竟敢绑架公主！今天我要打你个半死！朱三，你要干什么？我要教训教训你！
你才疯了呢！为什么向我出手？为什么？当然是为了公主。你竟敢抢我的公主，我今天要教训教训你！混蛋，为民除害！王仁义，我要把你踩在脚下，捆成肉蛋，送给圣上。我要把你剁成肉酱，埋在这里。呀！吼！哎呦！你不能杀我，咱们做个交易如何呀？什么交易？你只要不杀我，我就把公主让给你，好不好？